节奏哈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太棒了！右边的朋友呢？来，我们再次给慧玲一个掌声。我看到你的这些，为什么今天要穿咖呢？哈，真的是很盛装打扮。对呀，因为哈，来到呢，我刚刚哈，我觉得我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面唱歌，真的是太幸福了。你们知道站在舞台上，然后面对着咱的守天宫，哈，啊，咱的上帝爷公，你知道那个气场、那个磁场有多好吗？突然都灌顶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所以公，我觉得呢，我知道呢，今天要来这么盛大、这么慎重的场合，这么重要，对咱的民间乡哈，啊，还有呢，对咱的守天宫来讲呢。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信书，所以我今天一定要盛装打扮，进宫相向哈。对，那在这边呢，也要问候一下我们的是乡长好，是哦，乡长有够迄个啦，做少年吼，有够少年，对啊，年轻有冲劲，为着咱的民间来拍拼，真正。乡长是68年出嘛，对吧？哇，你功课做了真多，你连几年厝的都甲伊问出来。就是迄个上帝阿公甲我讲的，真的没有真的很年轻。然后呢，乡长，其实你只有虚长我几岁而已。表情好像有点尴尬，大家都很尴尬，好吗？乡长，其实哈，我是已经出道20年啊。可是呢，因为我做酒会的开始小童星，对对对，所以讲。我说您虚长我几岁，应该没无礼貌嘛哈。谢谢乡长，还有我们的主席，谢谢谢谢。然后呢，今天也要特别感谢呢我们的寿天宫的咱的主委的多，主委肯定来带来无用的对，对，应该是。今天哈，大家拢超无用的，有缘来咱这个咱的先天上帝呢绕境直福大典呢，真正大家拢安尼。忙进忙出的，对对对，而且筹备了好久啊，真的真的真的。你这个丁力摆这个 key 位，你就知道我们这次的阵容啊，整个阵仗非常的庞大。是丁力摆戏霸贵队的，哇，哎，才大家婆啊，现在追剪呢，那个场面真的是真的真的空前绝后啊。其实跟大家报告一下哈，12月9号，还有今天12月15号，阿哥我咱熬了摆回銮，那年12月23号，其实这三天呢。本来都是你是不是不是不好意思这样讲，但是呢就是呢今天的时间吼，我刚刚吼这是咱上帝阿公安排的，真的这都帝阿公，对对对，阿公的真正呢非常的灵性，今天的天气够足好，刚刚好
很凉爽，阿哥袂收热，阿嘛袂寒吼，阿嘛无落雨，真的呢，咱直接爱甲咱的上帝阿公，上界灵感的上帝阿公，抱我声吹一下，真正风调雨顺，真开心在那吼。对啊，对啊。其实这些慧灵在这个庙会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火红的一颗星，没有没有。今天大概几乎拢会响哦，大大小小啦哦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刚刚呢，进来的时候呢，我头一个想到画面，就是我顶一届来到咱的寿天宫，同款的舞台家，然后站在这边唱歌给大家听的是。2018年啊，这么久元宵节时阵，哇、哦！我们再大概够印象不？你可以一这么搜寻，这个铁粉哎、欸，这个超铁。五年多前，我就是站在这个地方，既然呢，家里呢，有福气的所在，这块土地唱歌给大家听、嗯。五年后呢，我又回来这边唱给大家听，真的。你有欢喜不？哦，是在干我吗？是。哦，我跟你说，我刚刚有啊，我刚刚去洗手间的时候，对，就有一个美女跟我说，你是香慧玲吗？我想说，我好不好意思吃了你的豆腐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你长得也很漂亮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觉得她说你像我，你比较吃亏一点。我很开心，拜托我沾你的光好不好？谢谢谢谢。是是，啊，今天蛮多就是后天来广西那个打个招呼一样嘛，而且呢，今天还有带来小礼物要送给大家。真的哦，真的，一讲到我们的女神驾到现场，有没有？马上人潮非常的多。而且我知道大家在，我看到我看到你的感情哈，我知道你们在期待，我们在期待什么？对对对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稍微呢把它放在最后面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最期待的那一首，现在抖音上面的，也在讲神曲，那你讲到那就拍谁？真的是神曲，赞成是神曲的，来一个掌声。对，如果呢，那个我等一下呢，最后一首歌我才会安排这首《爱到桥鬼》的电音版，然后先跟大家预告一下，如果呢你现在还不是很熟悉那个舞步呢，今晚不要跟丘吉亚瓜跟 K 出来复习一下，你们还有两首歌的时间可以复习，然后等一下呢，我就要邀请会跳的朋友一起上来同乐，好好好，好不好？好，会跳的等一下掌要自己举手哦，好不好？对。那第二首歌呢，我就先安排一首，嘛是为着咱现场所有好朋友大家呢特别安排的，这个主曲呢，长度有点长，是，但是呢是特别为了大家呢回味呢，我们江蕙二姐呢，早期一挂较经典的歌曲，经典中的经典主曲，是，所以你如果听到你熟悉的旋律，麻烦你跟着我一起唱好不好？好，带来这首江蕙主曲送给大家，谢谢。我要下去吗？还是你们要来前面拿？兄弟，你感觉如何？您意下如何？还是我们先听一小段好不好？好，先听一段歌，会唱的朋友跟着我一起哦。
案子了。Thank you.